尔娜娜近年将事业重心转往大陆发展，她时常会在社群分享私下穿搭照，每次po出新的照片总是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。最近她晒出一系列全黑色系的外拍美照，只见她放下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，戴上酷帅的太阳眼镜，身穿黑色背心和黑色紧身窄裙，外搭黑色外套，展现纤细的小蛮腰和雪白迷人的美腿。特别的是，她还故意将外套的一边拉下来，露出美艳的香肩，整人又酷帅又性感。另外，其中有几张照片，她还俏皮抓起眼睛，让她看起来十分甜美可爱，令大批粉丝惊呼连连，纷纷喊她老婆，大赞娜娜实在太美太可爱啦。Bye.